子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打个结，把线拉到夹层中间去，把线拉到夹层中间，把线剪断，补好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比烂掉了一个灯就更好，因为这种方法很简单的，你们有需要的可以照着这种方式去补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